无论在家自己给宝宝理发，还是去理发店，即使系了围布，碎头发依然会掉进宝宝的衣领里、脖子上、身上，又刺又痒，引起宝宝不适大哭。有没有一款终极解决碎发问题的理发器呢？英舒潜心研发两年，革命性的推出一款自动吸发理发器，可将理发时的 99.99% 的碎发直接吸入理发器，不会掉到身上，更不会掉到地上。让我们先来试试看这款革命性的理发神器，看看吸发的效果。套上定位梳，开始给宝宝理发。可以看到理出来的碎头发都被理发器统统吸进去了。下面我们来剖析一下这款理发神器为什么这么好的吸发效果。这款理发器啊，有着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外观，流线型机身设计，抓握时手感极佳。通过机身内部的一体式高速低噪涡轮风扇，将理发时的碎头发统统吸进去。吸入的碎发被储存在机身中部的储发舱内，储发舱内呢有可观的空间，只要宝宝的头发不是特别长，足够储存一次理发的碎头发。储发舱的盖子拆装方便，盖子内部还安装了高密度的不锈钢滤网，防止吸入的碎头发通过通风孔掉出来。滤网可以非常简单地拆下来单独清洗。采用硬铜专用细密齿刀头，每个齿都导圆角精细打磨，光滑圆润，绝不刮伤皮肤。宝宝稚嫩的手指如果伸进了高速旋转的扇叶里，会不会受伤呢？放心，完全不会。我们把手伸进去试试看吧。但我们还是加了一个铜锁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开关中部设置了铜锁，按下铜锁的同时向上推才能打开理发器。一般低龄儿童很难同时连续操作这两个动作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，这款理发器采用的是安卓通用的充电插口，属行业首创。只要你家有安卓手机或采用安卓充电口的电子设备，就再也不怕充电线弄丢了。这款理发器还支持全机身水洗，首先打开储发舱，将碎头发倒进垃圾桶，然后直接放在水龙头下，打开理发器直接冲洗，碎头发瞬间被清洗干净。还可以整个机器浸泡在水里清洗，在水里照样开机，绝不进水。这款理发器配备了两款定位保护梳，除了可以增加保护以外，还可以给宝宝理出3毫米、6毫米、9毫米和12毫米四种长度的头发。安装保护梳，将保护梳卡住理发器头部的一边的卡槽，稍稍用力下压即可完成安装。安装刀头，将刀头对齐卡槽，用力按进去即可。拆卸时用力往下按刀头位置即可。